完美告白，爱就要大声说出来。欢迎收看由珍珠美白养肤专家金润珍珠冠名播出的辽宁卫视完美告白，我是主持人吴磊。欢迎所有来到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欢迎你们。接下来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今天的第一位告白者。这七个人上来有十八铜人的感觉啊，个个都有功夫。你先自我介绍，从你开始。哟，张双燕，今年十八岁，老家是山东正义门村。我爸爸去世了，母亲有点智障。现在家在和平路上。我叫张双喜，今年十八岁，我的老家是山东德州的。我叫刘亮，今年十六岁，老家四川俺大渡乡人，留守儿童，父母没有消息，从小跟爷爷奶奶长大，自从奶奶去世以后，自个儿离家出走了。我想他们，但我真不会回去，我不会离开我的娘的，我的娘比谁的娘都亲。今天到这个舞台上向谁告白？向我们的娘告白。因为我们的娘已经老了，我们也长大了。啊。我们的娘不让我们出去干活，我们只想找一个大的舞台去演出。为什么呢？觉得我们还小，对，怕吃亏。怕吃亏，所以你们今天到这来告白的目的，除了要向娘说说自己的心里话之外，还想让她允许你们出去演出，是吗？是。刚才你们说来自于各个地方。现在都在河北沧州，你们的这个娘是你们的亲娘吗？不是。你们来描述一下你们的娘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觉得我们的妈妈比自个儿的亲生父母都要亲，她在平时对我们是最好的一个。最好的妈妈。你们是来自于学校还是来自于杂技团？我们是娘的孩子。今天娘来了吗？没有。你们是怎么来的？我是偷偷跑出来的。你们哪来的车费呢？到北京来？哥哥姐姐一起来的。啊，就他们带你们来的是吗？他们嘴里所说的哥哥姐姐，也就是他们娘的儿子和儿媳在第二现场。我们来通过屏幕跟他们交流一下。你好。你好。你自我介绍一下可以吗？啊，我是王瑞霞的儿子，这是我媳妇。为什么这七个孩子的这个生活物为什么不能够送到慈善部门或者是相关的社会福利部门去，要你们自己来养着他们呢？我们也想过，不过孩子们也不愿意走，不愿意离开这个家，我们也舍不得他们。反正有我们吃的就有孩子们吃的，没有我自己想法吧。那为什么要让孩子们学杂技，不送他们去读书呢？小的孩子我们先送他们去上学了，大的孩子多了我们也负担不起。我刚才听孩子们说，他们今天来向娘告白，除了向娘说说自己内心感谢的话之外，还有一个目的是希望娘允许他们出去表演。这娘为什么不让他们出去表演？你知道其中的原因吗？每个孩子都是我娘心中的宝，她主要怕担心他们出现意外，孩子太小。行，谢谢你们，你们先稍事休息。好。因为我们特别不希望看到那些竭尽全力有一颗慈善之心的人把这事儿干了之后自己却过得那么的不堪。我觉得这个娘啊真的平凡又伟大。其实你看那样子，她家里过得并不富裕，她收养这些孩子完全是大爱之举。你们娘真好，你们爱娘是吧，孩子们？是的。十多年前，王俊霞的丈夫收养了第一个流浪的孩子，从此王家的爱心闸门一发不可收拾。你们一顿谁吃晚上最多？我们啊，佳伟，佳伟能吃几个？八个，八个呀！你吃几个？
四个。2012年，丈夫去世，家庭所有的重担落在了王俊霞的身上。为了减轻家中负担，孩子们向王俊霞提出要到外面表演的想法，却遭到拒绝。现在，孩子们悄悄来到告白现场，希望用行动说服他们的娘。那么王俊霞在知道事情真相后会来到节目现场接受告白吗？他们这个表情都要真挚，说哭马上就哭，说笑马上就笑，啊，跟这样一群孩子在一块儿很显然是快乐的。我们派一个孩子来开启告白之门，好不好？谁来？刘亮。我来。刘亮你来。你要请站到告白之门旁边。刘亮，请你把手放在按键上面，先不要按下去。我问你几个问题。好的。你觉得你娘今天会来吗？不知道。如果她不来怎么办呢？不来我们也会偷偷的出去演出的。如果她来了但始终不同意怎么办？你不听娘的话吗？我只听娘。你现在已经老了，我们也长大了，我们只是想找一个大舞台演出挣钱，为你们负担一些责任。现在反过来是我应该报答你们的时候了。好，让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5 4 3 2 1。这七个孩子刚刚在上面的时候，有哭有笑，有特闹的，怎么你一上来之后都嚎啕大哭？你们怎么会有一种这样的超过血缘的感情？我就叫着是他们可怜，有我一口饭吃，我愿意叫孩子们有他们的一口饭吃。但这不是一个尽头啊！那如果以后还有类似于这样的孩子，那怎么办呢？如果愿意上我们这来，我可以还要收留他们。没有饭吃，我想一切办法也叫我孩子们吃饱穿暖。刚才这几个小的说你不让他们出去表演，他们很小，我舍不得，我怕出事，我孩子们碰着摔着的，我不放心。您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七个孩子吗？张双喜和张双燕他们是一对孪生兄妹。嗯，他们上我们家来的时候他们才9岁，当时姑娘啊她不会，连辫子都不会梳，我给我孩子梳辫子，每天梳辫子洗衣服，教教我孩子们做事。起回来他爸爸妈妈失去，没有爸爸妈妈，他姑姑哀求的上我这送的孩子来，就在这地面就哭。我老伴哄我又说，我说你哭什么大妹妹，你怎么意思？我这孩子们要了，我要给你送来。当时那来的时候那孩子就是很不懂事，老人埋的这个坟头上这个坟他要扛下去、哎呀满天满地特别顽皮。当时我收留他以后，有一天我大意了，这孩子就跑掉了，很多人找都找不着，我很着急，当时急得我都哭了，我说要找不着孩子怎么办啊。他来了多少年了？5年了。来了5年了。像是最小他来个是8岁，他现在他12岁。他王俊霞说起孩子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如数家珍，生活再艰苦，王俊霞也不忍心让还未成年的孩子们出去表演。那么今天他会接受孩子们的告白吗？
你跟这些孩子在一起到底是一种什么滋味？幸福肯定是有的，还有什么别的滋味吗？就好跟自己的儿女一样。有心酸吗？那当然有心酸的。有压力吗？有压力，我叫人家没压力，我叫他给我们孩子们非常高兴。今天这七个孩子到我们完美告白来，想要跟你说自己的心里话，接下来时间就给你们，听一听孩子到底想说什么。接下来是孩子们的告白时间。娘，你就让我演出去吧。不行，娘，你让我们出去演出去吧。不要让你担点负担。娘，你让我们去吧。去吧。答应的。娘，不会答应的。出去演出呗。不行，不行，不行，不要说了，不要说了，不行，你们太小了，你们太小了，不行，不行。不是不是，要说要说，孩子不要说，不要说了，你们太小了。那你让我们去呗，那你让我们去呗。太小了，我不答应，我不会答应的。你刚才你们跑到那什么地方去了？叫你娘很着急，找不着你们。你们长大了以后要可以，现在很小，不行，我不答应这个事。娘没事。不行不行，娘你看我的。看我的表演呢。我爱你。七到八，我叫你们出来演出，好不行？行不行？你们到十七八，我叫你们上舞台来演出，好不好？啊！我真的没办法想象他们是怎么走过来的，因为。
好的成长。我们掌声欢迎下一位告白者。感谢辽宁卫视，我越来越喜欢这个节目。在场很多男生脸上就发出了绿光。你们四个都是来告白的？是啊，对呀，我们都是来告白的。这个男的得疯了。每个人都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小白，大家好。我叫小呆，大家好。我叫小绿，大家好。我叫卷子，大家好。你们四个人都分别是向同一个人告白，还是向四个不同的人告白？好啦，不闹啦，其实是我来告白的、啊、他们都是来陪我加油助威的。你要这么多人助威干什么？人家有点不好意思嘛。大叔你那么帅，放轻松点、啊、大叔叫我大叔我还高兴吗？那我们谢谢你三位同伴。没有，谢谢。嗯，加油加油。小戴，那你说一下你要向谁告白？我要向路飞告白。我的童年是变形金刚和那个圣斗士葫芦娃黑猫警长。路飞是一个热血少年，他敢于冒险，对朋友也特别拼命的那种人。你在生活当中就是这样的性格吗？对呀、啊、来个可爱九连拍让我们看一看、啊、好不好？60、70、80、90欢迎各来一位来。九连拍，你知道九连拍什么意思对不对？你教他们好不好？好，来，可爱一连拍，可爱二连拍，哎耶哎哎，60后大妈做的不错，三连拍，四连拍，六连拍。八戒嘴不要努那么高啊！九连拍，这80后呢，感觉是看见了恐龙的样子。90后是完全痴呆，是吧？70后还好了，祖国的花骨朵。60后最可爱了，掌声送给他们啊！来，请回，说你自己的正事儿吧。有一天我在微博上突然看到一张照片。就是扮演路飞的照片，当时就把我迷住了。然后之后经过我几天的查找，我知道他叫小鬼爷，今年19岁，在上大二。他真的是特别帅，他扮演路飞的时候，当时我就迷住了。后来我就开始关注他的微博，然后慢慢的我发现我喜欢的不只是他扮演那个角色，他本人我也特别的喜欢，真的是特别的喜欢。小鬼爷到底长什么样？为什么能够迷住这萝莉啊？我们来看一下她的照片。就是这个，大叔你不觉得很帅吗？这些照片都做过我的手机壁纸。这不像真人呢。哎，这不确定是男生还是女生。哎，肯定是个男生，这么帅气。小鬼爷是他的艺名。对。他本名叫什么？不知道。从来没见过真人啊。梦里见过，经常见。你梦里见过他，梦想过跟他干什么？当时在一起啦。在一起好多种。我别想歪了，我所指的在一起是比如说在梦里跟他做朋友啊。当然能做夫妻是更好了。这90后可真的有的时候是够 open 的啊。大叔是你太封建了。你今天想梦想成真是吗？对。你可别讥讽我，我可以让你不实现这个梦想的哦。哥哥我错了。人类进化的太快了，刚才还大叔，现在变大哥了。
我觉得你好执着呀，小妹妹。就你这么执着，你爸妈知道吗？你这么顽皮，让我们怎么跟你玩耍？最关键的是，你觉得你喜欢他的帅，喜欢他扮演的 cosplay， 但你觉得除了他长得帅，你还喜欢他什么呀？他经常也会在微博上发一些他做饭的照片。你们想，一个大男生会做饭，是我觉得我老公也会做饭啊。对呀、啊，还做过什么？家里厕所里面没有贴他的画像吗？没有，但是他的照片都是我手机和电脑的壁纸，我每天都会去看。我觉得你应该把这个喜欢和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喜欢区分开了。这种喜欢你可能是小时候不懂事啊，但是别跟爱情混为一谈，好吗？对，人生就是这样，你当走一步回头看的时候，你会觉得那时的你非常幼稚，希望你能够很快成长，祝贺你。但是如果我今天不站在这里的话，我7月份就要出国留学了。哦，我怕如果今天我见不到他，你不走了？对，我会不走，我不见到他我就是不走。那你见到了他又能怎样呢？我要亲口告诉他我有多么喜欢他。没有他我谁都不要。你现在眼睫毛已经掉下来了，镜头上会比较难看，你是愿意以真实的面目见你的偶像，把它现在就把它撕下来耍脱一些？好，掌声再次送给他。那这种敢以真面目见自己的偶像，我觉得还是挺有勇气。如果见了他但是不是心中所想，那怎么办？不会的，通过他的微博我已经足够了解他这个人，所以即使就算有些反差，但我还是会喜欢他。哎，你们仨给他加加油呗。你们三给他加油的具体方式是把自己的眼睫毛也撕掉。哎，真撕了。哦，带头了。哎，对，这才是姐妹嘛。啊，谢谢你们啊。来，接下来请你站到开启告白之门的按键旁边。在开启告白之门之前，有必要问到你几个问题。小呆，你觉得他会来吗？我相信他一定会来的。如果他来了之后和你所想象的所了解到的反差极大怎么办？我不在乎。不在乎是什么意思？因为我已经够喜欢他了。啊，我喜欢到他就是可以包容他所有的缺点。那如果他说我只能跟你保持偶像和粉丝之间的距离，不可以做夫妻？那我尽力去争取，直到我让他接受我。那如果说他说我们之间只可以做朋友，我已经有女朋友了怎么办？只要没有结婚，我照样还是有机会的。我的妈呀，好吧，让我们一起来倒数五个数。5 4 3 2 1。你是小鬼爷的经纪人是吗？
不不不，我是本人，我是本人。你是本人？对。世界真奇妙。来来来来来，你自己确定一下，是不是你的小鬼？只有你才可以确认，我们确认不了，有点尴尬。哎，你怎么可以这样？你不能仗着你五官清秀，你就老扮演男的。这个问题其实就像京剧啊，京剧有、啊、对，有很多长得很清秀的男生也会扮演女生。我觉得我可以扮演男生，就扮演男生。你做一个男生的 pose， 刚才里面随便一个 pose 做给我们看一下，可以。好吧，我们问一下小丹，你作何感想啊？哎呦，我好喜欢，我好喜欢，我天天看他微博啊。我就是挺纠结的，其实我刚开始是知道这个人的，也不知道是从哪儿要到我的手机号，天天给我发短信，然后后来要加我的 QQ， 然后微博一天好几条私信这些的，但是我并没有回。如果要是一天到晚都在给你发，包括还有短信这些东西，你就会觉得对你的这个生活还是造成了一定的困扰。对，小丹，你还想要告白吗？你要再敢告白，我佩服你。哎，我来问问问那三个妹妹的意见好不好？此时此刻你有什么建议给小丹？我觉得至少他这份感情可以告诉他，不管是不是爱情，至少把心中这种感情传达给他，我觉得这就够了。哦，加油小丹。哎，谢谢啊。哦，我觉得还是不要告白好了吧，这样以后自己的路也不好走，给对方也会带来困扰嘛。小丹，好，接下来是小呆的告白时间。首先还是先要感谢你，就是对我一直的支持，就是也说一声对不起，也没有想到我出的这些男性角色呢，给你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对不起。我今天站在这儿，不光是以一个女孩子的身份告诉你，也是以你喜欢的路飞的身份告诉你，我现在你也知道了我是个女孩了，所以你不可能再去喜欢我了。然后你为什么要是个女的？你要是个男生多好啊。这我爸我妈把我生下来就是个女孩啊，就我不能因为你是个喜欢男孩我就变成男孩了。我不希望你能把这两个世界就是搞混，我希望你以后能在那个正常的生活中慢慢走下去。对，我刚刚听说你要出国了，明年是吧？我不希望你因为我耽误你的出国，我希望你能够好好的在国外学习，最主要的还是希望你能在现实生活中找到一个属于你自己的另一半，真心爱你的。然后我觉得我们可以做朋友。小呆一句话都没说。哎，小呆笑了，你刚才是很苦涩的笑还是什么？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我想过无数的结局，但是从没有想过是这样的。但是我今天能够见到小鬼爷，我已经很开心了。
你之所以今天会造成这样的情况，更多的只是因为你想的太多了。我甚至质疑你对于你自己的偶像是不是真真正正的精神上简单的爱。她是个女生也没问题啊，你欣赏她的作品就可以了，你可以照样在原来的生活当中去关注她的作品，而不是关注她的本人，你认为呢？今后我也一样会喜欢小鬼爷。嗯，就算她是女生我还是会支持她。我觉得今天这样的关系更好，对于将来你们的人生道路当中的一些价值观也有更好的引导，好吗？你们俩可以拥抱一下。好吧，今天本来是四个小萝莉啊，四个小女孩来向一个富有男子气概的偶像告白，但结果我们看见了五个可爱的小女孩啊，一个稍微男性化一点啊，假小子啊，但是我们希望你们五个人都在自己的人生道路和事业上走得更好更远，友谊天长地久，祝福你们。来，请回。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出下一位告白人。你好。你好，来介绍一下自己。大家好，我叫张谦，来自黑龙江省双鸭山市。我2013年7月份走出校园，然后刚参加工作，今年26岁。到这儿来向谁告白？向我相恋了4年的女朋友陈月明。我们是大学同学，在大二的时候我们相恋了。我们本来计划着是在3年之后等他研究生毕业，然后我在他的研究生毕业典礼上向他求婚，让他成为我的新娘。但是事情又发生了变化，我不得不把这个计划提前。发生什么变化？他得了一种很严重的病，我不知道剩下的时间会有多少。可以问一下你女朋友的患的病症是什么？就是白血病的一种。那你今天来告白，告白的目的是什么呢？我希望给她一场婚礼，然后今天能在大家的见证下让她成为。婚礼和这个所谓的告白和别的告白都有一点特别之处，别人结婚或者是告白都是希望在告白之后两个人能够有更加美好的明天，这是有点赶不及的感觉。我想问一下，给他一场这样特殊的婚礼，你的父母和他的父母都同意吗？他的父母我可以很自信地说很接纳我，虽然说父母不太支持，但是他们说儿子你也大了，你这种事情自己办吧。你今天来求婚有没有带点特别纪念意义的礼物？我只准备了一个很普通很小的礼物。
告白吗？问你几个问题，如果他今天不能够来到现场，你还有结婚的冲动吗？我希望和月明结婚，这并不是一种冲动，这是种我想了很久的决定。我觉得给他一个完美的婚礼，一个婚姻，是让他能坚强下去治疗的一个很强大的动力。如果他来到现场不接受你的求婚呢？认为不想拖累你？但是我会告诉他，无论发生什么，我都会陪在他身边。我们这一生只有两个人存在，我会请求他让他接受我。好，让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看看陈月明会不会来到现场。五、四、三、二、一。有点紧张啊。你知道今天来干什么吗？不知道。编导没告诉你？没有啊。那你现在感觉我们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不知道。不知道。嗯。你现在身体怎么样？刚才问你怕不怕，你说你不怕，但是在自从得知自己患病之后，你也应该想过将来，想过你的将来，想过他的将来。将来有很多种可能吧，就是也可能好也可能不好，但是我多往好的方面想，我希望将来能好，因为我还年轻，我觉得我将来肯定能好。你想过跟他结婚吗？没有，现在没有，现在尽量不让自己想太远，就是活在当下吧，就是今天开心今天就值了。你的男朋友今天想在这儿给你一场特殊的婚礼，我们现场每一个人都参与，我来做司仪。我得先征求下你的意见，如果可以我们就开始筹备了。这个太意外了。太意外了。嗯。你愿意的话，傻小子就可以开始求婚了。好，接下来是张谦的告白时间。月明，我们在一起四年了，这四年大学生活让我感觉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自从遇到了你之后，我才觉得每一天都是轻松快乐的，生活很充实。
但是四年太快，虽然我们现在是异地恋，但是我知道我们的心时刻在一起。老天给我们安排了这个阻碍，但是我不怕。虽然说咱俩现在想的，你经常跟我说你不敢想以后，但是我会经常想，我会想以后在家里给你做你爱吃的菜，然后下班之后跟你一起看电影，那种快乐的场面。可以说今天吧，在大家见证下，我希望你能做我的新娘。我们不去想太远，但是今天我希望你能做我的新娘，你愿意吗？愿意。每天晚上睡去之后，我都当我已经死去。第二天早上，当我重新复活过来，我们有一可以再一次相爱。每天如此，把每天当成末日来相爱。我相信你们此时此刻就是这样。接下来我们请月明去把婚纱换上，我们好好的筹备一下，好不好？接下来我们每个观众，编导会给你们发一枝花，待会儿每个方正的观众当中派出一位，把这些花再收起来献给新娘。同时我们嘉宾席的90后的两位姑娘到前面来，给新郎新娘做一次伴娘，好不好？80后的两位男生来做一次伴郎，我们共同的把这次婚礼办好，给月明一个最精彩的回忆。张谦和陈月明的婚礼，我作为他们的司仪，首先非常感谢所有的观众和嘉宾团的朋友们参与他们的婚礼，给予他们最真挚的祝福，让我们再一次用掌声欢迎他们。接下来照例我要问你们几个问题。首先张谦，你是否愿意娶陈月明为妻？我愿意。你是否愿意在你们执手相望时，从今天开始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无论贫穷与富贵，无论健康与疾病，你都愿意至死相随的照顾他？我愿意。关心他？我愿意。爱护他？我愿意。同样的问题问到
这样的一场婚礼在舞台上表现，没有我们以前所想象到会出现的情节，却有实实在在感受到的幸福。本来就应该是这样，每个人都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所以再一天就要好好的爱一天，因为谁都不知道自己手里边明天还能攥住什么。过好当下，过好自己的生活，爱就要大声说出来。这里是由珍珠美白养肤专家金润珍珠冠名播出的辽宁卫视完美告白，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